我一会儿还得开会呢，你要没什么事儿，先回去吧。哎，不是，盛楠，在我走之前，我能扯几句工作以外的事儿吗？你说吧。我已经跟我爸妈说了，要把你带回家。我父母听了以后啊，特别的高兴，天天念叨你，还说呀，要准备一桌的好饭来招待你。要不今天咱就把这日子选好了，我也向二老九个交代。你看人家中原，虽说那个韩文文吧有点矫情，但总的来说是大差不差的。你看你，你找的这个男不男女不女的，他哪点配得上你？你和王子健，我是坚决不同意。哎，是男，是男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我爸最近不是要手术吗？我真的是抽不出时间。没事没事，那等你有时间我们再约吧。谢谢啊，谢谢你理解我。没事儿，喜欢一个人吧，就要充分的理解他。你最近这段时间这么忙，我怎么再能忍心打扰你呢？谢谢。李中原，他要想着叫咱俩完了，你给我解释解释啊！千万别再这么闹了。我当面看一看他是怎么对你的，眼见为实，这我就好判断了。你是不是有病啊？哎，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呀？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啊！你在李中原那儿受了委屈，你干嘛来找我撒气儿啊？再者，要我说完了就完了，他李中原不过就是个牙医，我根本也不看好啊。虽然你配他差不多半斤八两吧，那我也希望我姐们找一个更高大上的。真的，文文，你跟我不一样。你看你各方面条件不如我吧，但是我就愿意下嫁呀。而你呢，是个愿意捡高枝儿的人。你这次找了李中原，我都觉得你风向是变了。我觉得你还是应该坚持原来的自己，找一个比你条件好的人。好多从大山里飞出来的凤凰女都捡了高枝儿了，这你的条件根本不比他们差呀，文文。你有没有听我在说呀？不行，绝对不能让李中原跟我分手。哎，
文文。有没有听我说话呀？本来我自己的事儿就够让我头疼的了，这文文也是，一点都不让我省心。哎，你来了？来了，我有事儿跟你说。哦，那你就上楼说吧。行。严导，快请进。那个阿莲，那个剧本的事儿，我觉得还是得跟你再聊聊。严导，啊，剧本的事儿，这两天我也想来着。我是这么想的啊，嗯，看在你的面子上，我愿意将就着改一下。哎呀，那太好了。那我说说我的意见啊。不过我有一些那个生活上的困难，嗯，你看你可不可以帮我解决一下？我那个，嗯，哎，我快要交房租了，你看你可不可以预付一点钱给我？只要够交房租的就行。你看我毕竟给你干活呢。那个，他是这样啊，阿莲。阿莲，我说实话，你住的这个地方的确挺那个什么的，但是我最近手头也紧，是吧？你看这样好不好啊？我找圈里的资深大咖看一看，只要大咖说没问题，我就付钱。那要有问题呢？那要有问题，你就修改完了，我再付钱，行不行？那就这么着吧。爽快。我跟你说一下啊，咱们这个剧，我先给你倒杯水吧。哎，别客气了，都自己人。真没想到，我郭月的卡上有一天也能有这么多钱。干嘛呀你？你喊疼了，说明我没在做梦。哟，神经病。还行啊，开个玩笑，别甩脸子了。哎，赶紧把卡搁起来，生怕别人不知道你这里边有巨款，是吧？嗯，对对对，我先收起来。哎，老公，咱俩今天晚上去盘古七星级酒店吃自助餐吧？你知道那自助餐多少钱一位吗？神经病吧你！我不去啊。哎，都有钱了，干嘛还这么小气啊？去嘛，体验一下人家上流社会人士的奢侈生活。有什么好体验的？你要去你自个儿去吧啊。嗯，行行行，听你的，不去就不去。嗯，那你说咱去哪儿庆祝一下？我哪儿也不去，我晚上值班呢。你昨不刚值完班吗？怎么今天又值啊？嗯，跟老郑调了一下。死老郑，早不调班晚不调班，非现在调。那你协调一下去呗。这么重要的日子就别值班了。这算什么重要的日子？别弄得跟穷人乍富似的。该过的日子还得过，该上的班还得上。走了。装什么淡定啊？真没劲。行。哎，真是够大方的啊！请我吃大餐了。那是啊，郭月本来就大方。钱不是没钱吗？再说了，我这新房装修，你给我这么大优惠，说什么我也得请你吃顿好的呀。姐妹现在有钱，可以任性。对对对，有钱嘛，咱就得任性。哼，但是你这复婚的事儿也得抓紧啊。哎，放心，老林逃不出我的手掌心。没错，他肯定逃不出你的手掌心。姐妹我呢，就是有意义的啊，提醒你一句，复婚的事情一定要提上日程，听到没？嗯，你说的也是，这老林我是放心，可是现在这愣扑的小姑娘也有的是。先吃饭去吧，饿死我了。吃啊。好。
菜上齐了。谢谢。哎，龙哥，嗯，今天你是怎么了？想起请我吃饭了？一直想感谢你上次帮我收钱包的事儿，我答应你的事儿，我得做到啊。不对，你肯定是有什么喜事儿。你根据什么猜测的？人逢喜事儿精神爽嘛，况且你这脸上都写着“钱已到账”这四个字。真是什么事儿都瞒不过你这个鬼丫头。龙哥，你之前答应人家的事儿，你可得做到了。你说了要给缘分那微电影投资的，你可不许反悔。哦，我忘了问你了。嗯，一个微电影最少应该投多少钱？怎么着也得五六十万吧。哎，龙哥，你那拆迁款分了多少钱啊？没多少。来，吃。哎。马老师，我想听听您对剧本的意见。缘分，这本子是谁写的？是我找的一个女编剧。你想听我的意见啊？我说话可直。说实话，你这本子我是捏着鼻子看的，好几回我看不下去，数次我有一种夺门而出想要骂娘的冲动，你知道吗？入行这么多年，我头一次看见这样的本子。我来见你，我就想问问你，你从哪儿找这么一奇葩？哎呦，马老师，您帮帮忙吧，我是特想把这个电影做成。那您看这样行吗？我把那个编剧叫过来，您跟他说说这本子该怎么写。缘分，我给人看本子是要收费的。那您怎么收费啊？一次6000。行，6000就6000。他肯定有道理，对不对？哎，妈。妈，你们来了，都在呢。我跟盛楠过来看看你爸，哎，怎么样？感觉挺好的呀。你没看，你爸你妈陪我聊天呢。啊，是是是。哎，盛楠，你坐。哎，盛楠，来来，坐坐坐坐坐坐坐。你看我爸这气色啊，就是不错。你们俩呀，要是能给我生个大孙子，我的气色会更好。中原，听见了吗？啊，赶紧表个态，什么时候让我们抱孙子？这个事儿不能着急，对，是不是？这个，怎么说呢？还是不能着急。反正我跟盛楠一直在努力，对吧？努力，都努力大半年了吧？一点动静都没有。哎呀，我这大孙子，赶快来吧，别让我这么干等着了啊！你说我现在要是能给他打个电话呀，哎，大孙子在哪儿啊？快点来吧，你就。这说话越来越不着调了。老李，你咋知道就是个孙子呢？孙女也行啊，人不说了吗？孙女是爷爷贴心的小棉袄。也是老爷的小棉袄。行行，我不跟你争，我跟你。你看这俩老头凑在一起没正形的。哎，你们两个听见了吗？什么时候要啊？给表个态。要。老袁，你没看盛楠和中原啊？这次为你手术的事儿忙前忙后的，哪有精力啊？肯定要等你做完手术以后，你的身体恢复了，他们才能要孩子呢。啊？是啊。咱们呀，就别催孩子了啊！要是让他们现在着急忙慌要了，我们现在还得照顾你，那哪有时间帮忙看孩子呀？是吧？所以啊，你做完手术以后啊，赶紧恢复。我们要帮他们带孩子的啊！哎，我呀，得给他们看孩子呢。我帮你看，我自己看得过来。我帮你看嘛。不放心是不是啊？
哎，阿莲，这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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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了来了。不好意思啊，堵车。那个，我来介绍一下啊，这位就是编剧阿莲小姐，这位就是马老师。你好。既然编剧来了，咱们就节省时间，抓紧说吧。啊，您说，您说。阿莲小姐，嗯，你这剧本我看了，整体是平淡如水，完全都是主人公的臆想和一些不好表现的状态，十分缺乏执行性，而且很多描述我无法用镜头来表现，男女主人公的性格又过于灰暗，太不积极了，也没有行动线，故事就更甭说了啊，什么故事都没有，你写剧本不写事件，你让我们看什么呢？那您说说，都往哪家事儿加什么事儿？我还真看完之后提炼了一下这部性格，有些想法啊。这位老师，您懂电影吗？阿莲，你这是怎么说话的？您这一上来就故事故事故事，难道电影就是写故事吗？那电影不写故事，写什么呢？您看得懂我的剧本吗？说实话，我真没看懂你这剧本。要故事没故事，要人物没人物，要情节没情节，满篇就是发牢骚，发你自个儿的牢骚，然后就是灰暗呐、抱怨呐、负能量啊！我说姑娘，你生活得有多不如意呀？你懂什么呀你？啊，中国的电影就是被你们这帮人给污染了，俗不可耐呀！哎，我写这么深刻的东西，你们根本就看不懂。你看不懂，你还跟我聊什么呀？你以为你拿几个俗不可耐的啊，几个什么专业词汇，就可以在这儿自以为是、狂犬吠日啊？你跟我根本就不在一个层面上，你知道吗？跟我聊不着。阿莲小姐，做人不要太轻狂。你连结构故事的基本常识都没有，你知道吗？你以为拿一堆华而不实的词汇堆在上面，你就高大上了？即使机场解禁把你放在跑道上，你也飞不起来。给你杯水，是让你知道口出狂言的后果啊！你也太敢说了你！我没基本常识，我告诉你，我创作的东西，任何人都没有资格评价。你看不懂是没有欣赏水平，你算什么东西？阿莲，你疯了！这什么人呢？这是什么素质？这泼妇一枚，这是。老师，实在是对不起，回头我就批评他。来来来，你别批评他了，你赶紧带他去医院吧。缘分，以后这种事儿别给我打电话了。哎呦，哎呦，我的天哪！龙哥，什么时候我回请你一顿啊？你请我就算了，还是我请你吧。你怎么回来了？我怎么不能回来啊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没什么意思，不是今天周几啊？你不是值班吗？嗨，我特意跟人换的班儿。啊，老公，我想哈，咱俩现在呢，钱也有了，是不是去民政局把婚付了呀？干嘛这么急躁啊？你想反悔啊你？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是这样的，我这两天吧一直在琢磨这个事儿，我觉得第一步是我们都做到了，钱已经到我们的账户上了，但是我们不能光看眼下，我们还要放眼未来。你想说什么？比如说啊，我们俩现在如果去复了婚，那我们呢只能买一套房，但如果我们不复婚呢，一人买一套房，然后再复婚，就变成了两套房。一套大的我们可以自己住，然后另一套小的呢，我们还可以租出去。不仅房子可以升值，而且还可以钱生钱。你觉得呢？对呀，这主意好啊，老公，你真棒！钱生钱，哎，两套房子，这样就两个了。好，你这主意好。讲你个成语，钱生钱，一套两套。哎呀，我说姑奶奶啊，您有多大火也不能动手啊，
他好歹也是我花钱请来的大卡司啊。什么大卡司啊？我看你是被人骗了吧？哎，就那个人根本就不懂艺术，要不然不会上来就什么故事啊情节的。咱绝对不能听他的意见，听他的意见是对我的侮辱。阿莲，阿莲，你以前到底有没有干过编剧啊？找人给剧本提意见就是这样，人家说的对咱听，人家说的不对你就哈哈一笑。别人买账我才不关病呢，我跟那些俗人能一样吗？我是个诗人，我给你写剧本是因为你是个伯乐，我是委曲求全我才干了编剧，要不是看在你的面子上，我是绝对不会接这种俗活的。是是是，对对对，那你就更不应该和一个提意见的过不去了，是不是？人家说的话你就听一半扔一半。那你说我的剧本真的有那么差劲吗？他是这样啊，阿莲，其实啊，你写的这个剧本啊巨牛，真的，只不过咱们这个本子是拍出来给大众看的，那大众需要看什么呢？娱乐嘛，是不是？马老师也是一样，俗人一个，是不是？他能理解得了你的东西吗？不能，是不是？不光是马老师，接下来咱们要请的演员、服化道都是俗人，就更不可能理解得了你的东西了。这就是艺术家的悲哀呀。所以说嘛，既然咱们这个作品是拍给这些人看的，那是不是可以适当的降低一下水平，把它改一改，迎合一下这些人，最起码让人看得懂咱们在说什么，是不是？奋哥，哎，你真是我的知音啊。哎呀，哎呀，我现在好激动，我现在好激动，我现在诗兴大发，呼之欲出，我马上就要把它说出来。那个，你接着呼啊，我有事儿，我先撤了。你是我的蔷薇，带着雨露，开在我的心头。别，我还……我就是那太阳，要把你照耀。哦，我愿意一生和你紧紧相拥。哦，我的蔷薇，我愿和你生死相随，只为你日出又日落。那个，我真有事儿，我先撤了啊。峰哥，这个世界上最懂我的人只有你了，我唯有以身相许才能报答你啊。阿莲，啊，飞碟，走你的吧啊！哎，峰哥，你不要有压力啊。中原，你原谅我吧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原谅我吧。文文，我老丈人最近要做手术，我真没这个心思。你先回家，等我电话，成吗？那你原谅我了吗？你别再问我这些话了，这些话没有任何实际意义。先回家，成吗？这顿饭必须我请，时间地点你定。好吧，好吧，定好了我告诉你。林总，哎呦，哎呦，你怎么来了？啊，很意外啊！怎么还透着一点不太欢迎的意思呀？没有没有，你这怎么可能？我，你坐呀，你找我有什么事儿？不坐了。你那个拆迁款下来了吗？下来了。哦，拿到了赶紧跟人过院复婚去，愣着干嘛？啊，没有，那个不瞒你说，郭月刚走，我们俩已经商量好了。等行行行行，甭跟我说你们的计划啊，我不跟你废话。明天吧，明天我陪你们俩去趟民政局，把这事儿了了，我也踏实了。明天不行，我们已经商量好了，两套房子一买，立马去复婚。你是不是不太想跟郭月复婚？没有啊，不，真没有啊，我就是想两套房子一买之后再跟郭月去复婚。我跟你说啊，
郭月一听说能挣钱，脑子一热，傻了吧唧的，可以理解。但我没那么傻，啊，你小子心里没点别的想法？没有，你想多了。没有吗？真没有。那你跟我这发个誓，你绝对不会对不起郭月。行行行，我发誓，我要是对不起郭月，那我身败名裂，家财散尽。这算哪门子事啊？你来个赌点的。哎呦，中原，我你还不信吗？我是那种拿婚姻当儿戏的人吗？你说，眼瞅着到手的钱我们不挣，那不真成傻子了？哎，你这就走了？那还能怎么着？人比人气死人呐！哎，我说以后咱们俩微信能不能不一个声啊？你不知道微信的声是全国统一的吗？你猜怎么着？林一龙主动约我去夜店，看来这孙子是有钱了。元导又有什么吩咐啊？花妹妹，你好好收拾收拾啊，要多漂亮有多漂亮。一定得把这林土豪给拿下，我好给你提成啊！花妹妹，你好好收拾收拾啊！要多漂亮有多漂亮，一定得把这林土豪给拿下，我好给你提成啊！好嘞。这件衣服怎么样啊？那种灯光昏暗的地儿能看见什么呀？你去过吗？就说人那灯光昏暗的。我们缘分是从来不会带我去那种地方的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他把我当他的正牌女朋友看待，他找你呢，只是拿你当公关。你自己想想你自己是什么身份啊？这要是搁过去，这就叫交际花。说谁交际花呢？你再说一句，戏我塞了你的嘴吗？君子动口不动手。好，我今儿就当一回君子，咱走着瞧。早晚有一天我会嫁给有钱人，你呢，打一辈子光棍没人要吧？愚昧，燕雀焉知我鸿鹄之志。是啊，姐夫，你快帮我想想办法吧！他非哭着喊着要跟我一辈子。哦，阿莲，我觉得挺合适你的，是不是？你说人一女孩，啊，无条件的跟着你，你还挑什么呀？哎呦，姐夫，你别逗我了，行不行？你赶紧帮帮我，让我赶紧摆脱他。有，肯定又是他。你看，我说是他吧？你是我的蔷薇，带着雨露。开在我的心头，我就是那太阳，要把你照耀，我愿意一生和你紧紧相拥。哎呦，姐夫，他见天拿这种破玩意儿对我进行惨无人道的文字骚扰。我说你这个孩子呀，太不让人省心了。姐夫，你帮帮我，你就看在我爸的份上，我爸现在还住着院呢，他要是一直缠着我什么都做不了啊。那你还想为家里做点什么？你拿张洗牙卡给他，让他来洗牙，到时候我劝劝他。行。
艳丽啊。哎。你觉得我该不该给袁粉投钱啊？龙哥，我觉得投资有风险，花钱需谨慎。这给你，这是什么？洗牙卡。这个是我从我姐夫那儿给你要的啊。有了这张卡可以免费洗牙，但是得提前预约。你真是对我太好了，哎呦，我太开心了。别这样。你怎么了？你还挺害羞的。记得去啊。这么害羞，肯定没谈过恋爱。할머니는 내가 꽉 잡고 있으니까 걱정할 거 없고喂，又干嘛？文文，我真的是太幸福了，我必须要把这份幸福跟你一起分享。怎么了？缘分对我真的是太好了，他大半夜的来给我送洗牙卡。你是几辈子没落着别人的好了？你怎么了？心情不好吗？你怎么说话那么酸呢？既然你这么幸福，就自己独享吧。我累了，我先挂了。哎，挂了，什么意思啊？哎，你没事吧？你怎么喝了这么多酒啊？都吐成这样了，不能喝就别喝那么多了呗。那个，我给你冲点蜂蜜水吧，好吗？谢了。关键时候还是姐们靠得住，这也没什么的。你呀，为了我们家缘分，也真的是挺辛苦的。不过像你这天天喝酒，这牙齿啊、皮肤啊、心肝胃的肯定都不好。以后能少喝还是少喝点吧啊。哎，对了，你先喝两口，我有个好东西，我送你。给你，拿着吧，挺贵的，一定要去啊！洗牙卡，你怎么给我这个呀？以后我有，我还会给你的，都是自家人开的诊所，你随便去，有了它呀，免费。真的假的？当然了，都说了嘛，是自家人开的诊所。哎呀，无功不受禄，那我请你吃夜宵吧。你还没吃饭呀？我这不刚吐完，难受吗？而且我觉得有点心慌，走吧，陪我去吃点。好啊，哎，不过我能叫上我一闺蜜吗？她好像今天心情不太好，我也想安慰安慰她的。那有什么不可以的？赶紧打电话，快！好，你马上去啊。你好，欢迎光临，里边请。给你介绍一下啊，这个呢是现在我的室友花艳丽。你好，艳丽。这个呢就是我大学同学，然后那个闺蜜，韩文文。
你还挺韩范儿的，是吗？来一个。哎，你还能喝吗？哎，没问题，你行吗？我当然没问题了。嗯，那我也来一个。你不喝北冰洋吗？今儿我高兴，必须得喝点。来，给我一个。哎，这一路上光听你说高兴，为什么事儿啊？是不是那张破洗牙卡呀？哎，我说韩文文，你说话什么意思呀？什么叫破洗牙卡呀？那明明是意义非凡的洗牙卡，好吗？哟，这洗牙卡背后还有点故事啊？对呀，我跟你说，今天我吃晚饭那会儿，缘分忽然就给我打电话，说有重要的东西要给我。哎呀，我这下楼一看吧，哎，你们没看见他当时那样？哎呀，他特别青涩，脸上那懵懂的表情，哎，完全就是初恋的青涩感觉。就这个就把你幸福成这样了？这还不够幸福啊？艳丽，你不了解我，真的，我跟你们不一样，我不是那种对物质有很高要求的，我真的只要男人对我好。你们别看我平时吧，就好像挺高高在上的哈，好像男人都够不着似的。对，其实是因为我没碰到自己喜欢的男人。我要是真碰到自己喜欢的人，我真的就只要他对我好，我就什么都不在乎。这缘分青不青涩吧，我就不评价了。不过我觉得你吧，倒真挺单纯的。你说现在的女孩有几个不要点实际的东西？您倒好，两张破洗牙卡就把您打发的这幸福感就爆棚了。阿莲，你说我们女人找男人为了什么呀？不就为了个依靠吗？绝对的依靠。你以为我是那种见着有钱男人我就去拜金呢？我也挑人。这老林啊，就是想在复婚前啊有指标，能够买两套房啊，住一套租一套啊，做长线投资。林一龙这么说的。啊，你觉得哪儿不对吗？哪儿对呀？这里面肯定有猫腻。我看他压根就不想复婚，这么低劣的借口你都没听出来啊？你当时怎么不拦着呀？我一听他这么说，我直接找他去了都。那他怎么说呀？我告诉你，这婚要复不成，姑爷得吃了你。他跟我面前一通赌咒发誓的，说这婚一定得复，不复婚就怎么着。谁信呢？那架不住人郭月信，他一听说能多买套房，好收租子，哼，眼直放光。你说他这个当事人都答应了，我还能说什么？李中原，真的不是我说泄气话，就他俩这婚能复得成才怪呢。别那么悲观了。谁悲观了？我这是客观好吗？林一龙就不是那贪财的人，你看他以前因为假离婚这件事情多纠结，现在好了，有钱了，反而倒说暂时不复婚，这里面没有问题才怪呢。他们这复婚出什么闪失，我就不得被人埋怨一辈子。他俩这个呀，纯属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